众所周知，前 S1 日本成员石川奈子是 TWICE 的超级粉丝，其智孝又是他最喜欢的 TWICE 成员。在25日的 TWICE 东京巨蛋演唱会中，奈子在他的官方 SNS 上上传了他参加 TWICE 最后一天演唱会的照片。当天他穿着 TWICE 官方衬衫，并拿着智孝的扇子，并配文 TWICE First World Tour， 我去东京看演出了。奈子出席现场演唱会的前一天，他还在 Ins Story 中上传了自己听 TWICE 歌曲的截图，并说感觉就像我在东京巨蛋。不过最终还是实现了去现场看了演唱会。对此网友评论说，最成功的万斯奈子仍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迷妹。确实，作为 TWICE 的小迷妹，石川奈子在 TWICE 出新专辑时他就会去买，而且还会买智孝相关周边，哪怕之前在 HKT48 活动时也会一直关注 TWICE 的动态、专辑、演唱会、周边，一样也不会落下。可以说奈子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小粉丝。此外， TWICE 在结束日本演唱会后，将于7月27日发行他们的第四张全日文专辑 Celebrate， 万斯们疯狂期待吧。爱豆韩舍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